所就是球衣室，就是现在所在的位置，黄金牌楼前面哦，在那个疯狂的台风之后，现在呢，东港终于迎来了大好天气，甚至出太阳又蓝天白云，完全很难想象前几天疯狂宇宙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记录的是千船，明天凌晨呢会来送王，所以我们就是依照原本的时间呢，没有去进行改变。现在呢，王船已经在比尔迪亚前面了，待会呢，我们就是要来记录这个王船出黄金牌楼这个非常经典的画面。绕祭，不是啊！你们现在要先拜拜吗？打来让我找洞庭嘞。啊，要绕祭，我们都要拿一支香跟着。哦，要拿着香跟着。哦，那所以你们是负责拿哪一个部分呢、啊？我们是中间尾。中尾。中尾。你们要拿中尾。哦 ，OK。二千八香要用哪一个杯子？差不多烫到。哦，感谢小诀窍分享。在千船前呢，我们可以发现五颜六色的七角头已经集结了。他们今天呢的任务不是扛神轿啊，今天是千船，对不对？他们呢各自负责了船体的不一样的部分。化姐，我惊一个，很有精神。爆掉！那我只能说东港人太狂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刚才沿路开车过来，积水，然后我朋友家电还没有来，然后甚至网路超崩溃，电话就打不出去。但是呢，也没办法阻挡他们这个信仰的热情。我听说啦，大家不是记得，就是昨天跟前天不是因为停班停课的关系，所以他们的绕境取消吗？他们有自主绕境，哎，这真的是超级狂的。有非常多的公庙，他们是自主扛神轿来绕境哦，所以呢，风雨生信心啦，在这样的情况下呢，更能看见他们对于迎王啊，还有这个王船平安祭典的这种热忱还有重视。所以呢，我只能说给他们一个大大的 respect。人会这么说，可以不回家过年，但不能不回家迎王。由此可知，三年一次的迎王在他们心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。非常可以理解两天绕境取消，大家期盼了三年的失落感。大家都努力用自己的方式来圆满这次的迎王。你要怎么不爱这样子的东港？谢谢。虽然绕
宵禁取消。哎，不过他们还是有茶叶哦。昨天晚上、前天晚上我看直播，他们还是一样有茶叶。然后呢，金价是疯狂大雨。哎 ，Hello Hello。一样有茶叶哦，继续回来讲，一样有茶叶哦，风超强，然后雨下得跟什么一样哦，他们穿着雨衣照样茶叶，前天晚上还是茶叶，我只能说他们这个精神真的是太素人尊敬的精神，我是恭敬敬的。才出一次的，所以呢，一颗他们练习了非常久，然后呢，才有这个机会来替了来天孙去玩，是咱不农也来好不？哦，虽然你说放假，他们有很开心吗？他们一点都不开心哦，他们就是说，可能要原地解散，他们甚至就是说没有，我们不要解散，我们就是要坚持到最后，我们就要入庙。所以呢，包括很多就是阵头啊，然后看到很多小朋友真的是舍不得就开始哭就觉得说哦，一定要完成他们的任务，而且呢，他们练习了那么久，就是要来帮神明来服务，他们希望能够在天气的允许的情况下，好好的来完成。所以我看到大家还是最后坚持到入庙，哇，只能再次给一个 respect， 我真的觉得超强。你要想象，平常已经非常累了，他们还要穿雨衣，而且呢风大雨大，但是呢他们还是坚持的完成他们的任务，非常赞。谢谢，那谢谢，真的是太感人了。我发现呢，就是当我要拍摄的时候，他们都会自主的让出空间，就说哦，不要跟你去偷景哎，我真的太感动了。我真的Hello， 我真的翕影片翕卡呢，我真的真圆满啊，就是表示呢，大家非常认可 Joyce 的风格，然后呢，喜欢 Joyce 的讲解，也希望 Joyce 能够帮大家记录更多精彩的画面，然后也愿意把自己的位置让给我。哇哇哇，完，好，谢谢，不知道我们今天翘班为什么每个人都要请？被牵王船吗？啊，牵王船吗？拿一支枪。啊，该不会是波比？因为如果沿路他收一些不好的物件，保护自己。我们已经把这架船啊，嘴里进归东港人的船。保护这船。这艘船如果出去，全东港人都在干嘛？你知道吗？这艘船出去，全东港人在干嘛？拜拜天灾，然后还有这盖吗？哎，对，这盖配心。哦，对，它旁边会有那个纸的替身。对，所以这个时阵的氛围是规个，然后我们这边全部清洁的时阵。啊，是哦。所以我们也兴，就是不要让旁边的东西、不好的东西挖起，很厉害。那我是不是要去弄个护身符啊？所以今仔日要来看这个，应该去大天府内底拜拜。求一下福灵在身躯下来看。哦，福灵在身，所以呢，最传统的就是。所以赶快直播放出去，要来看的人，包括今天晚上送我。哦，要看进前，先去王爷庙、大天母，小买一下金拜拜，啊，福灵，坐只香炉炸香炉。哦，平安符啊，无就是上无爱拜拜。平安祭典最不平安的两个仪式就是得签准、得吉上。反而又是大家就是最兴奋、最喜欢来看的，就很多游客可能不知道，就觉得说透过你的网路跟大家讲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甘霞大哥，甘霞大哥，哦，刚才大哥讲的，我们刚好这两个仪式是大家来自全世界的游客最津津乐道，就是牵船以及送王这两个仪式。但是呢，如果依照传统上来讲，这个船呢是要出去把那些不好的东西给收起来的，仪式感是不是我请听哦？建议大家啦，在那个观赏这个仪式的之前呢，可以先去拜拜，或者是求一个平安符哦，就像是教班他们也会压香，这是同款的概念啊。
哎、欸，阿桃姐被去熊的扎体队，不见了。机构嘛，什么船桅啊，而且那个锚啊，哦，都是要由他们来负责哦，非常的辛苦。所以呢，大家路上如果看到青鸟班、三的鸟班警官，然后记得给他们掌声鼓励，一个 respect。跟大家分享一下哈，我只能说呢，东港哦，牛山大王，人家呢通常一顶桥配一个牛山，他们达金雕哦，他们达金雕，哎对了，他们每一顶神轿七级牛山哦，代表七角头，你看呢有厉害有浮夸吧？
谢谢。我们会来是看你的频道介绍。啊，真的吗？你们看我频道介绍才来的。对。哦，就更新就更新，谢谢谢谢。我本人超高，168公分，各位。谢谢谢谢。你看这个地你就知道，台风多狂。我刚才踏进来，我吓到哎。如果大家有来过东龙宫，就知道它的地原本不是长这样子，它全部都是泥，你知道吗？超狂的。大天孙秀阿哥欧亚大老嫩，天灾热，进进，感谢。嗯。哎，厉害啦 ！Joyce 啊，我厉害啦，我蛮厉害啦。你厉害啦？哦，你妈哎！我突然的丢完照片。我丢完照片，还好哦。多谢相亲。好，各位，喊来大排长龙，白什么？拜我手里这只小王蟒，还超长哎，它还绕到庙后面，超狂的。我来讲，这哪是一般我的粉丝，唔知有偌好，我已经早就破10万了。好，啊，这哪1/10是我的会员，啊，那个如何？好，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哦 ，Joyce 呢开启了会员模式哦，不同等级的会员呢会有不一样的好康，欢迎大家多多支持啦，也感谢大家的支持，可以共同成为信仰基督的一份子。总共抽出两位，一个名额会优先留给频道会员等级狂人大总理、狂人卤主、狂人主委。啊，谢谢大哥，哇，很赞很赞。我叫大帅哥。哦，谢谢大帅哥。这真是太狂了，超狂！他在绕那个庙哎。吴医师，嗨。里面奶要加料。很可爱。哦，来东港银行，如果没有吃完本刚，跟他们来赶快。来来来。哦哦哦，好厉害！我叫张鸟，我叫张鸟，我叫张鸟，来来来，快吃快吃。谢谢谢谢。我们那边比较没有受到任何的。可能今天哦。